看着，我看到吕不疑了，他好像坐在这儿。哈，吕不疑，家子，你说我若是看到吕不疑，那说明吕不疑又没了，除非……哎，少商与林将军虽已定亲，但终究还未曾成婚，还请林将军放手，将他交与他阿父，带他归家。哎，陈夫人，并非在下不放手。陈夫人，您看。哎呦，三哥，我往日都不见你出门，怎么这要成亲了？倒比往常更自在。从前家里人每个都看着我看书，如今林不疑日日来访，他们躲都来不及，谁还管我？好不容易溜出来喘口气儿。哦，这多好啊！要成亲就没人管了，那我也想成亲。从前阿母日日管着我，我觉得焦心烦躁，可如今阿母不管我了，我倒觉得这心里面空落落的，好不踏实。你呀，就是成亲前有些焦虑，我前十二个阿姊成亲前也是像你这样患得患失的，你以后习惯就好了，不然以后你嫁去林家还要陪嫁个阿母去不成。如今阿母不管我了，可林不疑要管我呀。我以前觉得阿母的管束令人望人生畏，如今与这个林不疑相比，简直就是不值一提。你怎么提起他就咬牙切齿的？操人气舍。夏虎，他说，若是我不嫁他，就会杀了我全家。他以为我没听懂，我都听懂了。林不疑，可恶至极。还是安阳好，还会陪我喝酒。啊，我也能陪你喝。来来来。喝，喝，为何盯着我看？因为你奇怪我才看。你说，这林不疑做了这么多事，喜欢的人自然喜欢，这不喜欢的人怎么都不喜欢。那你喜欢不喜欢？喜欢不喜欢？喜欢是什么滋味？你呀，就把那眼睛闭上，想着谁看到谁，那便是谁。闭上眼。喜欢。不喜欢。
西游。这下子我看到林不疑了，他好像坐在这儿。哈，林不疑，佳子，你说我若是看到林不疑，那说明林不疑又没了，除非……哎，林将军，我敬重你文人刚直，怎可趁人之危呢？林将军，为何行为如此不羁？你们呀，一看便知是趁人之危，行为不羁呢，是我们袅袅啊。你看，在下并非只带回少商一人，万家娘子也在马车之内。啊？什么？七七也醉了？丢人丢一双，不若这样，林将军先将袅袅交还于我，待他酒醒之后啊。恐怕不行。啊？少商与林将军虽已定亲，但终究还未曾成婚，还请林将军放手，将他交与他阿父，待他归家。哎，陈夫人，并非在下不放手。陈夫人，您看。哎呦，陈夫人，那在下先送少商回屋了。那就劳烦林将军送袅袅回屋。林房，你跟着一起进去帮忙。是。多谢陈夫人体恤。告辞。自己的女儿如此不懂事，又能耐得了何人？我乏了。将军，你别忘了去帮宋儿送琪琪回万家。